反正我妈说了，为了让我长记性，这学期就不给我配手机了。妈，那我们怎么联系你啊？你只能给我家打电话，或者去我家找我了。哎，我就可惜了，那手机昨天在舞厅拍了好多照片，都看不到。这下好了，只能与世隔绝，好好学习。我是梦游了吗？还是我记忆出现偏差了？那我明明记得那天去舞厅，这手机我带去了，回来就找不着了。你就是喝多了记差了吧？哎，这下好，找回来就行。吓死我了，我以为我丢了呢。那这手机怎么回到我桌洞里来了呢？哎呀，看着点儿，天天扔球有什么好玩的？殿下后边。站住！小叶，你干嘛呢？你给我看看，看，给我看！你脸怎么了？被谁给打了啊？哎呀，没打架，就是摔了一跤。你摔了一跤摔成这样，把脸摔成大花瓜了。对啊，就是玩手机没看路摔了一跤。再说了，花吗？嗯，不花。又是玩手机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走路的时候不要玩手机，不要玩游戏。你这次玩摔成这样，那你下次呢？被车撞了怎么办？你撞死了怎么办？就说你多大个人了，走路还摔跤，丢人！我不摔死你！哎，你为什么呀？你为什么不跟他说你是为了帮他拿回手机才弄这样？你懂个屁！男人。喝酒。哎，你不用站起来，你快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升空了，谢谢。少喝点啊，关超。嗯。照顾好杨帆。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没什么，不想说。林子，我给你拍个照吧。好啊。你们俩怎么了？我要点歌，去！我要点歌，去啊！那个，我。